那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个胖成球系列的一个小胖猫的这个录制教程。那它呢主要分为7个部分，第一个呢是主体，第二部分呢是四肢，第三部分呢是耳朵，第四部分是这个嘴巴嘟嘟，嘴巴球球这个地方。好，第五部分呢是后面的这个蛋蛋，第六部分呢是这个尾巴。那第七部分呢，将它们进行一个组合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好，将它放在这里。这时候呢，因为我上午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图解写下来的，所以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截图，这样可以跟我进行一起的，进行编织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开始给大家进行演示。这个小猫猫、小胖猫是怎么操作的？首先呢，做第一部分主体，这个线材呢是4股牛奶棉，2.0毫米的钩针。先做第一圈，将线绕成一个圈，挂在左手上。将针插入线圈，好，先做一个锁针为引拔针，好，做一个引拔针。那接下来呢？在这个线圈内做6个短针，拉紧线圈，与第一个针目引拔。那第一圈6个短针完成，开始第二圈，在每个针目里面做一个短针加针。短针加针，也就是说，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做2个短针。那按照这样的方式呢，共做6组。第二圈完成，共做了12个短针。开始第三圈，第一个针目做一个短针，第二针目做一个短针加针。那按照一个短针加针的花样，共做6组。第三圈完成，共做了18个短针。好，开始第四圈。第一个针目做一个短针，第二针目做一个短针加针。第三针目做一个短针，那按照一个短针加针，一个短针这样的花样，共做6组。第四圈24个短针完成，那开始第五圈，先做3个短针。第四个针目做一个短针加针。那按照3个短针、一个短针加针的花样，共做6组。第五圈完成，共做了30个短针。那接下来做第六圈，先做2个短针。好，接下来做一个短针加针。好，继续2个短针。那按照2个短针、一个短针加针、2个短针的花样，共做6组。第六圈完成，共做了36个短针。好，开始第七圈，先做5个短针。
五个短针完成，在下方针目做一个短针加针。好，那按照五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的花样，共做六组。第七圈完成，共做了42个短针。好，那接下来第八圈到第13圈，这六圈呢，每一圈都是不加不减做42个短针。好，那第八圈到第13圈，42个短针完成，那开始第14圈。那从第14圈开始呢，就要进行一个减针的编程方法。好，那我们先做五个短针。现在五个短针完成，那开始做一个短针减针，就是将后面第六个针目跟第七个针目呢减为一针。好，挑第一个针目的外半针。再挑第二个针目的内半针，好，将针穿过前两个线圈，然后将线拉过来，好，再来我钩针上两个线圈，好，那这样一个短针减针就完成了。那按照五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减针的花样呢，共做六组。第14圈完成，共做36个短针。好，开始第15圈。先做两个短针，接下来做一个短针减针。好，那继续做两个短针。那按照两个短针、一个短针减针、两个短针的花样。共做六组。好，第15圈完成，共做了30个短针。那开始第16圈，先做三个短针。三个短针完成，接下来做一个短针减针。好，那按照三个短针、一个短针减针的花样，共做六组。第16圈完成，共做了24个短针。好，接下来开始第17圈，第一个针目做一个短针，接下来做一个短针减针。好，接着继续做一个短针。那按照一个短针、一个短针减针、一个短针的花样，共做六组。第17圈完成，共做了18个短针。那接下来开始18圈，第一个针目做一个短针。二三针目做一个短针减针，好，那按照一个短针、一个短针减针的花样，共做六组。第18圈完成，共做了12个短针，这时候拉大线圈进行断线。然后拿到我的小镊子，然后将它们进行一个填充。好，填充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呢，进行一个收口并隐藏线头。好，那第一部分的主体呢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做第二部分的。四肢，它的四肢呢做四个，
然后线材呢，同样是4股奶棉，但换成了1.8毫米的钩针。好，现在开始我们做四肢的第一圈。好，还是做成一个圆圈，然后进行圈织，将针插入线圈，线拉出，先做一个锁针为起针，在这个线圈内呢，做4个短针。好，拉紧线圈。以第一个针目引拔，那第一圈4个短针完成，开始第二圈。第一个针目呢，做一个短针。第二针目。做一个短针加针，好，那按照一个短针、一个短针加针这样的花样呢，再重复一组。好，这样两组花样完成。与第一个针目引拔，那第二圈完成，共做了6个短针。我们将线头呢修剪一下，拉大线圈，然后反转一下织物。这样子呢就是它第二圈之后的样子。开始第三圈，第三圈呢是不加不减做6个短针。第三圈6个短针完成，拉大线圈，进行断线，隐藏下线头。那这样的一个四肢呢就完成了，它总共是做了4个。那我之前呢在今天上午直播的时候呢，已经把它的其他的几只脚呢已经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这4个已经做好了。接下来开始第三部分，耳朵，耳朵也是做2个，然后将线呢继续绕成一个圈。那我们开始做它的第一圈，然后将针插入线圈，将线拉出，做一个锁针为起针，是同样的操作方式。好，接着在这个线圈内呢，做4个短针。拉紧线圈，与第一个针目引拔。我们引拔的时候，因为它针目太少了，不好引拔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圈拉大，然后将针插入第一个线圈，第一个针目的时候，好，这时候再把这个钩针上面那个线圈呢，线拉紧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引拔了。好，那第一圈完成，共做4个短针，开始第二圈。第一个针目做一个短针，将后面的线头呢，可以挂在钩针上面。然后把它隐藏一下。好，第二个针目呢，做一个短针加针。好，那按照一个短针、一个短针加针这样花样呢，再重复一组。两组花样完成，那于第一个针目呢，进行一个引拔。好，这时候呢，第二圈完成了，共做了6个短针，拉大线圈，进行断线，然后翻转一下织物，
翻转的时候，我们将后面这个线头呢也修剪一下，要不然它会凸出来。好，把这个线头呢也隐藏一下。那也修剪一下这个线头。这样的耳朵呢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将另外一个耳朵也拿出来。好，那第三部分的耳朵就做好了。那现在呢，做第四部分的，嘴巴球球，就是这个部位，这个部位也是要做两个的。那这里的线材呢就要换成2股牛奶棉和1.5毫米的钩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做它的第一圈，同样将线绕成一个圈，然后这样进行圈织。先做一个锁针为起立针，然后在这个线圈内呢做6个短针。6个短针完成，拉紧线圈。好，与第一个针目引拔。那这个第一圈的6个短针完成，好，开始第二圈。第一个针目呢，做一个短针。第二针目做一个短针加针。那按照一个短针。一个短针加针这样的花样，共做3组。第二圈完成，共做了9个短针，开始第三圈。那第三圈呢，就是不加不减，做9个短针。好，第三圈9个短针完成，这时候拉大线圈进行断线。修剪一下线头，把这个织物呢翻转一下。好，同样呢隐藏一下线头。这样子的话才很非常的搭。好，那这个第四部分的嘴巴球球呢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做第五部分，第五部分这个蛋蛋呢是在它这个主体上面进行操作的。好，这时候你看这有一个线，这边有一个引拔针目的线，我们从底部开始往上数。对，第七圈到第八圈中间这个位置，好，大家能从这样看，这是第一圈，二三四五六七，看到没有？七八中间这个缝隙，我们找到引拔针目的这个位置，这里就是引拔针目的位置。那么这里呢，针穿插入任意的一个针目里面。从这里也可以，从那里也可以，都可以。将这个针将线呢放在织物的后方，这时候我们将线拉过来，做一个锁针，然后先在这个织物里面做一个短针。好，然后呢再做一个长针减针，就是2个长针减一针，是这样做的，绕线。将针插入这个针眼，然后将线拉出，做一个长针。钩针上呢有3个线圈，将前2个线圈一次性拉过。好，这是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再做一个长针未完成针。
两个长针完成针完成了，这时候一次性拉过钩针上的线圈。那这个针目呢，其实就是两个长针减为一针。好，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在同一个针目进行一个引拔。看这样的一个屁股蛋蛋呢，就完成了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线然后扭转过来。好，在旁边的这个织物里面，我们继续这样操作，继续同样先做一个引拔。好，引拔做一个短针，哦，做一引拔做好之后做一个锁针，然后再做一个短针。好，短针完成，那继续。绕线，在这个针眼里面继续做一个两个长两个中长两个长针完成针。好，一次性拉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进行一个引拔。好，引拔完成，这时候拉拉线圈，利用断线。好，断线之后呢，就把这个线头呢都隐藏一下。好，那这样呢，它的第五部分蛋蛋呢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做第六部分，它的尾巴。尾巴呢，线材呢也是两股牛奶棉，1.5毫米的钩针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将线呢进行一个圈织，同样把它圈成一个小圈儿。将针插入这个线圈，将线拉出，先做一个锁针为起针，然后在这个线圈内呢。做五个短针，好，拉紧线圈，与第一个针目引拔。因为它这个线比较细，有的时候不是很好拉。好，那这个第一圈五个短针完成，接下来第二圈到第18圈，这几圈呢都是不加不减做五个短针。做到第二圈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后面的线头呢修剪一下。好，同样拉大线圈，把这个织物呢进行一个翻转。然后呢，从第二行往上。从第三行继续开始编织，一下做到第18圈就可以了。那第18圈五个短针完成，就是从第一圈到第18圈，这每一圈五个短针就完成了。那它的尾巴也做好了，完成之后这个样子。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进行第七部分了。第七部分呢，就是将尾巴呀、耳朵四肢，然后缝合在主体上面。
那咱们这个今天这一期，胖成球系列的小胖猫就完成了。